是秀智张嘉颖。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呢，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表情，摆什么动作。如果呢，你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表情的话呢，你可以装装无辜。那如果呢，你年纪跟我一样，稍微偏长了以后呢，如果觉得这样很尴尬的话，你也可以来一点个性，假装生气。你也可以直视镜头，但直视镜头如果是这样，就太呆板了。移动一下我们这个脸部的倾角。我们可以试着有点眯眼，但眯眼不是眯这么严重，所以呢是微眯。还有几种简单避开镜头的眼神练习，可以往上看，尽量看远哦，穿越云端那种感觉。往下看，想事情，记得往下看的时候，不要只是盯着地板，不然会变成这样。非常的尴尬，非常的僵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呢更简单，如果你眼神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话，你也可以来一点 enjoy 的感觉啊，眼睛闭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咯，试试看吧。